我走了，终于拿到我的大门钥匙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大梅，我又要出门了。今天要去我姐妹家吃夜宵。我们当时在10年前都嫁到了同一个地方啊，所以从孩子他爸家到我姐妹他们家呢，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就到了。本来要开车，但是今天打算在他家呢喝一点小酒，所以走路比较安全。反正就在这条马路街上，顺便带你们欣赏一下我们农村的房子。你看，这个也是一个别墅，就在路边。这个别墅其实还是蛮气派的，几层？2、3、4、5、6，6层。哎呀，这边的人房子都喜欢建很高。像这种别墅其实在农村很多，很常见的，也不会觉得很稀奇。哇，来到我姐妹家了。哇，她家好多人啊。我们叫的烤鱼也到了。嗨，现在我们出来买臭豆腐了。哎，还有一个臭豆腐呢。这买了多少钱？好多呀，30块。30，其实也不臭，就是它这个豆腐有点黑。哎，黄瓜可以多下一点。我姐妹给我搬了一箱啤酒，到底是什么实力让她给我弄了一箱啤酒？还有烤鱼，你水加太多了。哎，赶紧把这个打开。哇，谢谢阿姨，还有赞助。拿了什么酒给我喝？对，橄榄酒。橄榄酒，排甘露。排甘露，一会儿试一下配啤酒。烤鱼配酒，天长地久，不来点？3个人的夜宵啊，有一份臭豆腐，这个臭豆腐是那种带汁的吃的，还有一个是拌的臭豆腐，这两个呢都是我们福建的经典呢，在外面是吃不到的。哎，那这个香菜给我放好少，我比较喜欢香菜多一点的，是吧？还有这个烤鱼，烤鱼也很丰盛。然后我们今天的酒品种有点多啊，他们喝的是，你喝红酒？你喝红酒吗？我喝红的。那我喝啤的，你妈又拿了一瓶这个，让我排肝毒。啤的、红的都有。这个有50多度哎，要不一会你这个也试一点，不然我一个人有点。半杯，半杯，半杯。这个杯子你是不是要洗一下？我洗一下。这个是。那你用两个，我啤酒用那个一次性的杯就可以了。嗯，开吃。知道为什么拍照不好看吗？酒没到位。我回来福建那么久都没有喝过这个酒，4.5还好还好，喜力5.0的，那这个度数还没有那么高。这搬了一箱是让我们决战大天量吗？随便你喝，保管够。管吃管喝管住。不是摆这么多饭，我好像会太浮夸了。总比昨天的踩箱。他昨天踩箱，我跟你讲，踩箱了，然后这样踩了，这样拍拍拍拍来拍去，最后喝了2瓶。真是的，然后晚上又摆这么多。我说他每次在柳州的时候，一定都是道具，其实他没有喝那么多酒，然后那都是老道具，摆着摆着都是。为了拍个照，真不容易。我坐这边吧，我比较喜欢坐这种。可以吃了，吃。旁边，哇，我洗这个杯子，洗得好辛苦是吧？我就问，你刚刚喊我啥？我问你姐姐。哦，好了，姐姐在，怎么了？我现在的岁数应该3年级了，我已经9岁了。9岁了，对呀，9岁要喊我姐姐。7岁也是喊我姐姐，我像姐姐吗？像是吗？这个喜字，看到这个喜字没有？我们家燕华10几年的喜字贴到现在了，质量多好！哈哈哈哈哈！年年带喜，年年带喜，有份自己贴。哎，反正就不得不说，在农村真的很吵，那个火车啊。你能吓一跳的。一开始我们家萱萱两个孩子回来，哎呦，我也是猛醒的那一下，然后醒完没多久，我们楼下有个黑狗，那个黑狗估计是下面有养鸡鸭哦，一直都是要看那个鸡鸭，一点声，汪汪汪汪汪。
哦，你们家是高速路口，就是大货车。你们家是尾刀过，尾刀过。有时候你真的是，就是朦朦胧胧，然后听到声音那么多，以为哇不小心睡过头了，赶紧看看，哇六七点，天呀，六七点都这么热闹的吗？说明还不够农村。有一次我是为了就是说去买早餐嘛，然后我很信誓旦旦在拍视频。哎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大美，今天我出来买早餐，全家我一定是第一个起床了，六点半嘛。哇，郁闷，我一下去。大家全起来，人家已经在泡茶，人家我奶奶他们已经是喂完那个猪啊鸡啊都回来了，然后我去轮仓已经要排队了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丑，真的是笑死了。啊，在轮仓抵不过，真的是农村就是农村，没有办法睡到爽，真的就是说你晚上如果是真的是早睡，十点多睡到第二天八点，那个质量还是不一样的。你会朦朦胧胧一直醒吗？对不对？太累了，早点走，我想早点走回来两个多月了。但是回农村有太多好吃的了。只是我们在这个环境生长，老是想吃几个。你下午回来两个月试试，我让你天天吃吃两个月。啊，你突然想说，哎呀，我想吃柳州的螺蛳粉了。哎呦，我是不是喝酒喝到脸都红了？哇，真的是很难得呢，之前都脸红了。看我倒是不可能是没有开窗户，来干一下，来，女人太累了，干一杯。对啊，你说女人累不累？又要结婚，要生孩子，要带孩子，要处理公婆关系，要当保姆，对吧？女人不结婚，什么都不会累。不结婚也很累啊，父母催婚不累吗？你问凯兰累不累？你爸爸催婚累不累？天天都要相亲，累不累？男人女人都累，所以日子是自己的，开心就好。真的是你有时候想穿什么衣服，该穿就穿，日子该怎么过就过，想到什么地方想旅游想去就去，不用再想第二句话了，只要你手上资金够的话，对吧？奶奶婆婆给我准备的叫什么酒？养生酒，清毒养肝。这个太多了，拿一个 小杯，我这个杯子有一点点，哎，这个、哎、没有，那边呢？没有，就拿这个省一点，倒一点点，53度，我试一点点，不要拿太多了，53度，哎，吓死人。等一下你来说不够再来一杯。有这么夸张吗？试一下这个53度的橄榄酒，就是橄榄做的，哇，排毒护肝，护肝养颜，对，人家婆婆为特地为我准备的。像没感冒，有点像感冒999加上白酒的味道，真的哦，你喝一下，我喝过，还可以，可不来，有点药酒，对，那个养生酒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喝完，你喝再多，第二天你不会头痛的。哦，那口干。是啊，它不是那种甲醇特别多的。哇、哦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婆婆喜欢这个酒了。顺。对。嗯。就是很一次一杯，他应该也就喝一杯。他三四杯、五杯都可以。这个一杯有二两。嗯。他最多喝三杯。喝三杯就很顺的那种感觉。战斗到最后就剩下咱们两个了，1:24。住在隔壁的好处，随时都能回家，可以走路的。暖气打开，好冷好冷。哎，我真的是脸好红啊！我看一下，对比一下你的脸。我操！真是喝到这么红。小王都还没回来，都已经2点钟了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喝酒，真的是天都被网友误会。过年谁家都喝酒，好不好？